成功拿下曾经的高中老师。送我花干啥，老师？你说？还是送我的？不是送你，送啊？啊，你闻闻，可香了。我这不焦酸吗？啥味儿啊？是不是坏了都？啊？你是不是又吃醋了，李斌？我吃别人送你花，我吃什么醋啊？那走吧，回家吧。不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谁送你的？啊？那小子谁？我之前的学生，想我了，过来看看我。不是你，我是不是也是你之前学生？我那回想你看看之后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啊？你就是没那什么？那你不是不一样吗？我不一样，一样不一样的，这不是康乃馨吧？哪有送玫瑰的给老师？啊？你咋想的？你有完没完了？我是不是作业收少了？你少不少的？我毕业了，我还交什么作业呀？啊，之前是不是定好的啊？一天一次，我看你最近忙，最近没怎么收。你收不收？你先不提收不收的事儿啊。这花多好看，是不是？我觉着吧，插花瓶里更好看。插花瓶是吧？行，你说干啥干啥，这玩意儿不回家吧？干啥去？叫你插花。哎哎。